我这是杀鸡尾啊！哪个以茶代酒啊？今天来你山庄了，怎么说你也要搞一点好的东西，让粉丝欣赏一下吧。你继续拿过来看看。OK， 好。 小精品是吗？装在啊，小精灵，水星带着吧。哦，看这个皮壳哈，倒是很细腻哈。这一种一看的话，你看这里都有一些包浆皮的了哈。个头不是很大，石头拿在手上嘛，这压缩感就吸引到我了哈。看这个皮壳是挺老道的啊。哎呦呦，哎呦呦，你看看，你看，这个什么价？18万。这里倒是。 总相当老哈，这里是挑蓝的哈，色彩过渡还是蛮不错的，落质也很细腻的。今天这个杆位也是很足的，价格高了一点哈。皇家绿啊，品种皇家绿是不是？价格也不是乱喊。品质确实不错，就是还想品质高一点的，有没有品质更高的？还有一块，木格龙的啊，木格龙长，木格龙长壳，你看看是不是冰皮窝？这条水路倒是。 可以啊，这个可以啊，木格龙长壳呢，我挺长时间没碰到了，画了一个手镯圈，在上面是想有手镯啊，这里面不是画了，这个里面有手镯啊。冰黄这里哈，然后这里面进来的话，上面有这种蓝水，在这上面，特别是这一面啊，大家来看一下这一面，这个什么价？ 咱们就拿个38万，首先说这个品质好，然后呢，整体的话，整体的有色彩过渡哈，然后这里嘛还有点机会出一条手镯，但是手镯还是要薄的，也不是很稳的啊。碰到老三嘛，就是老是很过瘾啊，自带喜感啊，38，这个18是吧？两个都带8是吧？最低价多少这个？ 再低的话，你还是觉得不够低，你自己看看，我们自己来不说其他的，那种20万上下也没机会啊。这20万冰皮花，整个都20万还出丑的，这么大的山庄都拿下来了，对吧？证明你的生意不错嘛，对吧？这个品质本来就不错了，没想到拿出来这个比这个品质还高哈，可惜就是这个价格有一点离谱了。不是价格离谱啊，黄哥啊，是东西到位啊，冰皮花一块呀。 皮壳，反正你们内行的人，你看呐、啊，真的是全部放开的，全部放开的，总到位，还是谈谈这个吧。这个虽然品质呢差一点，10万了，10万了，这个了，10万买这么大，现在10万够买个牌子就皇家绿，你看一下这个多大、啊。我是看这个兰花飘的漂亮，然后有这个黄木哈、啊，这边过渡哈、啊，说个实在笑。 黄哥，一口价，不要说了啊，15万不要说了，别再还价，你再还价的话，就下一次阔博还难看到他那刀吧。你来一点实在的嘛，12万，12万买得到吗？你请我在山庄吃饭，啊，给你成交一个难题啊，不会吧？不吃饭你不买也没关系，是不是？你看到这个问题，我也给我压力了，不要说了，13万，合作愉快。